救救我，我好渴哦。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的宝物。我去楼下拿面包给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孩子，你真善良。为了报答你，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那我想有人陪，我想要有更多的朋友。这样吧，你选一样东西，我可以赋予房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生命，这样你就有人陪了。那这个好了。你确定？这个不太适合吧？哼，非常确定。这是我第一次亲手做的爆米花，我希望他们可以一直留在我身边。那好吧。请多多指教。